那么是我大列是这样子给他分的、啊，这只是大列的，并没有严格规定这样子分的。你要修行四果，修四果阿罗汉，必须依照佛陀讲的初转法轮的苦集灭道，成就阿罗汉。那么缘觉，什么叫缘觉？这缘觉也是圣贤了，也是圣人了，叫独觉缘觉。一十二因缘，佛说的十二因缘法，去领悟出它的道理，去实践的。十二因缘法修的，修十二因缘法的，就叫做缘觉。什么是菩萨？你依六度法去修行的六度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智慧、禅定，依这六度法去修的是菩萨。依八正道去修的，八正道去修的是佛。我是大概是，我大概是这样子给大家分啊，给大家分稍微标明一点，为什么是佛，为什么是菩萨，为什么是缘觉，为什么是声闻，声闻就是阿罗汉。自信清净，有苦集灭道，这样子去实践的。